一，大神，归国四子的关系现在怎么样？目前，鹿晗跟其他三位还是有联系的，但是其他三位彼此之间已经不联系了。黄子韬和吴亦凡本身就有矛盾还没化解，而张艺兴与两位关系也没多好，也就没强装好朋友关系。二，大神，想知道杨超越和陈意涵的消息。现在杨超越是歌场的头号宠儿，资源最好，又有话题度，现在是第一个拿下综艺常驻的人。陈意涵是官二代，家底殷实，就算不当艺人也是位小富婆，两人关系挺好的。三，大神，三小只演唱会现场出演幽灵灯牌，这次 TFBOYS 五周年演唱会现场一样千奇粉丝的应援色占了整个观众区将近一半的数量，有人认为其中可能存在造假，但是有观众席的粉丝在现场拍了红海以及所场区全程都没有灯牌亮，并不存在幽灵灯牌的说法。四，大神，妮妮有一亿片酬，妮妮有一个萌女郎的标签，再加上还是第一次下凡出演电视剧《天盛长歌》，就拿了天价酬劳，但是就算搭上了四大中生里的头牌都没能带动收视率，还创造了芒果台收视新低。对了，陈坤还是带资进组，还想看大神爆料哪些明星呢？欢迎到后台提问，大神会挑几个问题来回答我。